谁知道这是什么不？我忘了它叫啥名了，我刚才也没上网去看看它叫啥名，忘了叫啥名了。你知道我现在满屋里面充斥着一股啥味儿？臭烘烘的味儿。这个东西是顺丰快递邮到的，邮到了之后，我到了老多快递了，我就压根就没把它当回事，我不知道是这玩意儿到了。我就一直扔在外面了，可能是坏了，就说掰开吃吃里头这玩意儿。我不敢吃，我不敢吃了，就是给你们看看，不能买了一大顿没捞到上镜嘛，就这玩意儿。你们知道这叫啥不？就是吃这个小胳膊肘里头，哎，吃里面这个肉肉，这个好像能吃。它是一个海鲜，但是叫啥名我忘了。它这里面好像还有籽。就吃这个玩意儿，里面还有籽。吃这玩意儿，关键是我没见过，你知道吗？这怎么跟个，这是跟个啥玩意儿似的？我真忘了叫啥名了。我录段子之前，我想着看，结果开始了，忘了就看看它是什么。里面的肉是这样的啊，这肉是这样的。有的没坏，不是说臭鱼烂虾吗？是不是？就算坏的应该也能吃吧？就是我觉得不给你们看看这个东西白瞎了，白瞎我花这个钱了，怎么也得上个镜，是不是？就这玩意儿啊。下次我再买一次，重拍一次这个。那这玩意儿。人发的没毛病，让我给放坏了。行啊，尝尝就行了。这个好像有点坏了。